嚟到个靓嘅位置啦，球正吹鸡，咁啊话上半场完嘅噃，全方位嘅表现都好稳定嘅，喺下半场应该都仲好有信心嘅。哇！呢一个上半场真系多波入啊，而家比数咧系3-1啦。下半场而家开始。古华特，一个长传就上前场，传埋去中路，再传。走井，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呢？长传，但系唔够准，直接长传，山口型，力量够啊，压到上去咯噃，有冇机会？有机会起脚啊，只系差少少啫。呢球波射埋去已经系冇得挑剔噶啦，入唔到就唔抵啦。古華特呢一球啊，俾得麻麻地啫喎。嗱，佢走位走得很好啊，不過我諗佢對於隊友俾波嗰下就唔係好滿意咯。恩尼斯達，山口型，啊後防踢得很好喎，完全唔俾佢咧轉身起腳射門。交咗脚靓波啊！传波唔系好够默契。呢个直线靓啊！射佢啦，入咗网啊！领先3球啦，点睇都冇得追啊！埋门嗰一下最紧要冷静嘅，佢又做得好啦。哇！一个假动作做得好靓喎，另一个龙门咧跌咗一边，跟住咧其实佢系射另一边。